公交免费。哎，您是冯老师吗？啊，是我，你好。哎，冯老师，你也坐公交啊？嗯，坐公交多好啊，我这岁数免费。哦，有四大优点。哪算优点啊？省钱、省心、省油。这么大车费油啊？省我们家油。那还一条呢？还一条就是省健身卡。嗯。哎呀，每次上公交可以免费的锻炼你的腿力、臂力、腰力、脑力和平衡力，赶上高峰的时候还能进行免费的全身按摩，特别是足面按摩。那叫踩脚吧？也有这么叫，舒服啊。